哦，这该不会是罗德本人吧？哦，哎呦哎呦，要大爆炸是不是？还是要穿越时空了？各位还记得在三个月之前我们才玩过恐怖冰淇淋的第四代吗 ？ID 卡 ，ID 卡。哎呦，好期待，不行，他不让我跑啊！现在我们有五代了。Hello， 观众们，你们好，我是 TK，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德，你的手。挡到了，挡到了，来来来，旁边一点，旁边一点。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恐怖冰淇淋五朋友。OK OK， 那我们就不要废话，直接来吧。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恐怖冰淇淋四代之后的故事。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最后打开了那个主控室的门，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逃了出来。当我们的朋友正高兴自己可以逃出来的时候，罗德来了，他们就跳进了旁边那一个一个的管子里面。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OK， 那我们就不要废话，直接来吧。1983年1月。最后一刻逃离我的手掌心。没关系啊，罗德，故事都是这样演的。OK。还在我的工厂里。啊，对对对。迟早都会抓住他们的，然后把他们做成冰淇淋。你有病啊！想办法和我们的朋友取得联系，然后重聚。OK，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坏人的目标是把小孩变冰淇淋，好恐怖啊，这家伙。OK， 我们是从红色管子掉进来的哦。OK， 柜子没东西，先出来吧。OK， 这地方怎么这么大？哎，绿色入口是哪里啊？调度室。哎，我们要想办法打开这个门才能进入其他地方。然后现在被上锁了啊，需要撬棍哦。然后需要三个阀门。OK， 来找撬棍。哦哦，机器人。哦 ，Oh my god，Oh my god。哎哎哎哎哎，这里还有哪里可以走啊？好好，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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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哇，这张地图有那么一点大呢。哎，这什么？金属棒？我可以拿打机器人吗？哦，这张地图感觉未免太复杂了吧？这怎样？这快爆炸是不是啊？哎，这里有楼梯耶，可以上来。嘿 ，OK。哇，天哪，真的假的？神秘钥匙是什么东西？先丢这个好了，我们先拿神秘钥匙。这个地方真的不小哎，难怪四代跟五代没办法合成同一个游戏，它这个地方真的太大了。蓝图，制作一些东西。啊，这个是微波枪的蓝图，我们还少一些材料。哎哎，机器人在前面，先走先走。电子门锁住了，这里会有罗德吗？应该，我的神秘钥匙掉到后面了哦，没了，我不知道那会不会影响到游戏耶。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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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有办法迅速通过它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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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这是什么？垃圾处理系统，微波枪应该需要这个微波炉吧？哦，神秘钥匙拿来开这个，可是没了。它下面呢、欸？它是不是变得有点快啊 ？Hello 哈，好久不见了。这个吗？不是啊。哎，这里好像有东西，这是什么？一块木头，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要用在什么地方哎、欸。现在我们要先到处走一下。Oh my god， 又是你。快逃哦！那打不开。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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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会走东西吗？哎，哦，第一个阀门，捡呢？哎，怎么回去啊？我忘记了哦。啊，它是空的，没东西哦。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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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啊，这里好像可以钻进去。哎呦。棉花糖是可以收集的东西哦。OK， 红色阀门有，这是要怎么修啊？这个
欸，这里有路欸。欸，哦，在干嘛？在干嘛 ？OK， 电话呼叫。Jay， are you okay？ Perfect. Now leave it to me. 哦，现在换我们来操控了。OK， OK， OK。哦，就这一边啊，上次我记得外面有个守卫，欸，都不见了。哇塞！啊，我们要干嘛？那我们先换回去好了啦，先换回去，然后先把下面工厂那边探索完好了，然后再回来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地方没有去啊？像这个什么垃圾处理厂，这个到底是哪里啊？这个是这个材料哦，啊，等一下，然后这个又是什么？蓝色阀门在那一边，伸手进去拿就好了。不行欸，所以阀门在这个地方啊，这也可以用的欸。这什么？磁铁才能按下它哦。金属棒在那个上面，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要干嘛啦，但应该可能有用。我不知道。OK OK， 金属棒 ，No， 捡起来。OK OK， 有金属棒了，嘿嘿嘿嘿。罗德，我要闯祸了哈！不赶快来阻止我！来，金属棒给你。磁铁，到底哪里要磁铁啊？为什么有那根金属棒？我们不直接从里面把东西勾出来就好了 ？OK OK， 感觉我们的进度终于在往前了，好感动。重点是现在到底要干嘛？该不会那把枪是一定要做的吧 ？OK， 那我下面大概整个都翻过了一遍，那基本来说，我们能解的东西也解的差不多了。就等等，给我等等。我们现在应该要去交换身份才对啊。OK OK， 先来打电话。哦，没事的，没事的。来来来，呼叫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逛这个地方吧。先拿着我们的枪好了，以防万一。OK OK， 这个地方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好像都没什么变啊。对，没变，目前都没变。哦。A few moments later. OK。欸，之前这里不是关起来的吗？在哪里啊？嗨。What？ 哦，我们刚才启动的就是这个哦。欸，可以在管道中移动。哇靠！回忆，1953年4月，这什么东西啊？有点让我害怕、欸。哦，这该不会是罗德本人吧 ？It's coming up. He's going right for the mouth. Oh no, Mini Rod, you gotta open up and say ah. Ah. Father. 他老爸回来了哦。Father, look, I've already eaten most of my food.以前罗德好瘦哦。This is how you become a big and strong man. Yes, yes, a big strong man like you, father. With a good job and many friends, I will be a famous ice cream man too, and a genius as great as my father. The recipe for happiness is within everyone's reach. Isn't that so, father? Yes, son, it is like that.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don't have to work hard anyway. When am I going to be able to eat one of those ice cream? Have I worked enough already? 不要吃吧，太危险了。Oh God, you can never eat those special ice creams. 你爸这样说是对的，没错。你吃下去真的会，你知道了。I'll see you tomorrow. A little longer, maybe.我怀疑他应该会吃，我在猜。我能跟着出去吗？不行欸，外面有人。哎，别过来。哦，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跟着出去。
欸，我现在大概知道干嘛的啦。我们等下可能就是要拿我们的垃圾丢旁边这些人吧。这里一个。哦 no 没有。欸，是把这里的窗户全部丢破吗？还是丢那工人啊？没有用啊。我知道要把他引过来啦。这里应该是有什么目标把那个工人引过去了。下来下来下来，再来换这个。他过来吧。好，再来换Oh no， 好像走最上面啊！完了完了，不妙，走错边了。哦，这边又是垃圾掩埋场的另外一边了。OK， 棉花糖，这个地方棉花糖真的能吃吗？怕爆欸，为什么要吃这里的棉花糖啊？哎呦，阿罗哈！哎，他原来也是警报器哦。哇哇，怎么来的？哇靠！你怎么来的？这样不会被抓吧？吓我一跳！来来，丢垃圾，丢垃圾。我们要先把它引到最上面去。这里，这里，更上面有办法吗？可以，可以，好远，好难丢哦。我看一下哦。哇靠，未免太难丢了吧 ？OK， 最上面，再来一个。好，然后再让他从那边下来。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啊。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呦哎呦哎！来换这边。到这一边后，应该是过来这边吧。是吧？是这边吧？哎、欸，让他过来有什么意义啊？哎、欸，然后嘞？哦，他被吸进去了。他的鼻子？什么意思啊？还在外面呢、欸？哇！这个油管漏油欸，然后他说可能有什么用途，哎呀，不要靠近他好了。所以这里就不能出去了吗？就这样而已。OK OK， 这边我记得也是不能进去的，哼，你可以从管子移动啊。假呼，哎，没有动画、哦，我还以为会有那个动画，你知道吗？哦，这里就可以出来了。哇塞，好大哦！这张地图。好，那他的鼻子，这可以干嘛？完全不懂这个鼻子要干嘛。OK， 我们到处晃一下吧。好，不能出去，什么都不行哦。工厂的外面，那这边会有什么可以用的吗？啊，门把不见了。冰淇淋桶哦，这边提示是用这个桶子来装油啦。我就没有用提示，好难玩哦这一代啊！先装油，先装油啊，然后嘞，装完油要干嘛？啊，有罗德来了。那这里的提示是跟我们讲说，这个东西是用在这个奇怪的扳手，应该在这个地方吧？因为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我们是还没看过的。Oh my god， 罗德在那一边发呆，我看他怎么办了 啊？是那边吗？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东西，你看那边可能在那个地方哦。啊，他的这个不见了，现在该怎么办啊？先丢好，先把东西丢过去。哎，好，我们先去找门吧。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啊，这里可以出去吗？之前罗德修车的地方啊。他人应该不在这边吧？哎，不在不在。这里会有我们要的东西吗？这边。哎，门把在这边哦。有的有的。偷偷的下去 ，OK。
门把，门把。有了，有了，是这边吗？哦，对对对对，没错，鲜奶油系统是这个地方吗？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跟提示讲的一样，引擎是某个地方关掉的哦。那我们现在先去交换身份一下，麦克那一边有个那个蒸汽室被关掉了。走走走走走，罗德看到我们了，快啊快啊快啊！哦，先交换身份 ，OK， 呼叫麦克。Yes, Mike. Now it's my turn. All right. 哦，关掉了，关掉了，没错，这边。那这边可以拿什么东西？铜线圈，铜线圈，我要铜线圈干嘛 ？OK， 我们回来这边了，是用在这个地方吗？可是我不确定铜线圈是不是用在这边，来看一下。Perfect. 没错哎，这样可以用了吗？哦，哎呦哎呦，要大爆炸是不是？还是要穿越时空了？哦，它变成磁铁，然后把那个蓝色吸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要先暂停哎，等一下被电死在这边。有了有了，蓝色的拿到了 ，Yes。OK， 我们这样拿到这个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个蓝色装上去了。蓝色在哪里？在这边。有了。现在还差一个绿色。他这边写说，这把微波枪的功能是用在这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好像上锁的门。所以我们可能要把这把微波枪装好，然后才有办法破坏那一扇门。那现在我们可能就要去找一下那个微波枪的材料，看起来蛮复杂的、欸。完蛋。哦呦，哎，坏掉了 ，what？ 嗯，我只想说把它往下一扔而已。等一下，它坏了，它刚才是不是在我面前炸开了？偷偷的走，偷偷走，为什么你在原地踏步啊？哎呦，跳得不错哦，小子。啊，哪里哪里哪里？这有没有东西啊？嗨嗨嗨，等一下我来不及看啊，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嘣嘣嘣嘣嘣嘣，哎，有东西耶，可以拿哎。等等等等等等，有人在追我，有人在追我，等一下。哦呦，嘣嘣嘣嘣，是零件吗？哎、欸，是哎、欸，还少一个，还少一个，需要装上，需要啊？怎么完全没有声音啊？他正常情况不是应该都会有个声音才对吗？啊，还有两次哦，完了完了，怕爆哎、欸！哎、欸，原来是关在这里哦。好冷的感觉，怎么出去啊？我们要怎么离开这边？直接开门吗？没有，不可能那么简单吧？哎、欸，可以推哦。哦，原来。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 这里未免太大了吧？啊，这是什么？哦，哦，在这边哦，没电的电池，拿去给它充电就可以了。Yes， 来来，给你充，给你充，来充。OK， 充过电了。哦，哇塞！他刚才是讲说，好像是拿来摧毁这个锁的。等等等，怎么在这边？好像是拿来破坏这个的吧？来哦，发射！没错。再来嘞，再来这个要干嘛？冷藏柜。哎、欸，一块冰块。等一下，冰块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啊？哎、欸，冰块里面有第三个锁哎、欸。我要怎么把冰块融掉？回忆，1953年4月的午饭后，啊，罗德，华盛顿，哦，他住华盛顿。A burden for his greed, caressed by silvery streams。太前明明就这么正常，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What will we do in class today? I want to learn about plants and animals. The monks at my school have so many things to teach me. Why are older people so serious? Ugh. 为什么这么严肃啊？ Will I be bald and fat too? Yuck. Will I be someone important? I hope so. 可以的，可以的。Sometimes I
I try to remember who my mother was, but I can't remember anything. Oh, 不会吧? 他爸的红色钥匙掉在这个地方? 我有种不太妙的预感。 诶,棉花糖? 好的,那接下来就怎么把这个冰块融掉啊? 我自己觉得啊, 冰块应该是拿来这个地方加热的吧? 这里应该会有什么很烫的东西可以把它融掉? 不会是那个吧? 我靠, 我有种很不妙的预感诶。 该不会这个冰块是要在这个地方吧? 你看这边, 这里不是有很多蒸汽吗? 该不会是拿这个蒸汽来把它融掉? 所以我们可能要上去再开一下。 是这样吗? 等等, 我们现在试一下。 因为我目前能想到的地方就这边而已啊。 换一下位置。 来,把它打开。 它是可以开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还是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就等它融化嘛,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关掉就好了。 这样会有用吗? 就看到那边会不会算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现在打开, 它那边就开始融化。 好,应该可以关了吧? 好, 来看看有没有用。 有了,它融掉了。 这样三个都有了。 是不是就完工了,这样子? 感觉应该不会那么容易, 应该不会。 不是,我一直在说啊, 这代地图真的好大哦, 跟四代比起来真的大太多了。 那个在哪里啊? 好像在这个地方哦, 在这边。 有了。 有了, 在这里放入一个物体才能推动它。 OK, 那我们先换过来这边吧。 目前的话, 整个游戏里面剩下这一颗鼻子没有用到。 我来猜应该是这一颗鼻子在放到里面去, 我猜啦。 现在重点是要怎么把它传过去啊, 哇, 烦死人了这家伙。 我们先到刚才那个地方好了。 我的鼻子, 不, 我的鼻子掉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说要怎么把这个鼻子传过去, 下面那一边, 因为鼻子在我们这一边嘛,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啊? 什么传输管之类的? 哎呦! 完了, 这后面, 诶, 这里没开过耶, 这干嘛的? 等一下, 新建, 先躲一下, 这是干嘛的? 啊? 这可以用吗? 诶, 传下去下面了啦,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OK, 我们赶快回去吧, 直接下来了, 开, 可以了吗? 可以开了吗? 有了! 走喽! 啊? 结束了? 还没吧? 嘿嘿! 哦, 两个人团聚了! Hey, Mike! Woo! Yeah! Let's rescue the others! Let's go! I've seen something suspicious. Near here, there's a lot of food waste. Maybe there's kind of a giant kitchen around here. Oh my god. 天哪, 还没结束啊, 这游戏。 Oh man. 哇, 我在猜啦, 还有两个朋友等着解救, 之后还有两个朋友, 所以还要再出两代, 所以可能会出到什么恐怖兵器第七代, 救完所有朋友之后呢, 会再来个第八代, 打败罗德。 是这样吗? 哇靠, 不简单耶,这次这个, 地图真的好大哦, 我中间还用了蛮多次的提示,你知道吗? 诶,成功! 那我们还有一个结局还没有触发, 就是死亡结局,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好不好? 哦,跑很快,跑很快! 哎,完蛋了! 口臭攻击,臭死了! 一次机会而已,对,这死亡结局。 虽然画面怎么有点卡, 就这样。 好了,观众们,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恐怖冰淇淋5了。 那这次恐怖冰淇淋5呢, 真的非常的大, 难度跟四代比起来真的是提升了蛮多啦。 OK,那我们这个系列就先告一个段落啦, 那我们接下来就等它的6代, 或者是等它的更新之后再继续吧。 好了,观众们,那我是 DK, 那我们的下部影片见哦。 Peace out!